走了，这总得有个说法吧？崔教授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人家没有那种说法。你说我开个饭店，人家这服务员来这儿工作，人家有愿意来的，人家就愿意走，那我有啥办法？再说了，谢兰到这儿来上班，啊，从他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一句狠话都没说过。你说人家要愿意走，我有啥办法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这话说的啥意思嘛？你意思人家在这儿受委屈，我虐待了，把人家虐待走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啥意思嘛？你从进来站到这儿就开始这来我来问我这要人。我再把话说回来啊，谢兰来这儿上班不是我找的，对吧？我也不花一分钱，对不对？你说，放着一个白白使唤的，我不好好白白使唤，我把你虐待走，我是吃错药了还是我脑子进水了？我跟你说不清。不是你跟我说不清，我跟你也没有办法。不说不说，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看这事情把人闹的，哎呀，我这着急的不知道谢兰在哪，你还跑来问我要人来了？不是，这我开个饭店不容易，我是开饭店的，站到这儿，这服务员都在呢，说把我说的像个人贩子一样，是啥意思嘛？哎呀，不是，你别着急，小猫，你真不知道谢兰去哪儿了？我知道我不是人。哎呀，不是，他是这样，你想想。一个大活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。都回了个头，不见了。老板，哎，兰姐走的时候，啊，对，对对对，手机充电呢，所以落下了。我交给你，哥，从现在开始，就现在开始，这个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回访，啊，对对对，是谢兰的手机，机主是谢兰。买保险，给孩子买保险，我叫什么名儿？向景丽。哦，啊，谢兰。钱进大哥。啊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哦，那个，办点事儿。哦，你说他会不会是个人贩子？嘿，他真要是人贩子，咱紧急早被他拐跑了，还能等到现在啊？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这段时间我就帮您照顾一下锦锦。好那么的吗？不合适吧？您放心吧，我就是觉得锦锦挺可爱的，我也挺喜欢他的，我不要钱。他就是喜欢锦锦，自己又没有孩子，我又帮了他不少的忙，想给孩子做点事儿，没啥，真的没啥，能有啥呢？锦锦是我和丽华的闺女，跟他没什么关系，他就是喜欢锦锦，喜欢就喜欢呗，锦锦那么好的闺女，谁还能拦着不让喜欢？哟，您这位老同志，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？谢兰早就搬走了，不在这儿住了，您怎么又来了？哎呀，我到处打听他的消息都没打听到，你找他，我还找他呢，不吭不响的就搬走了，还欠我300块钱房租呢。当初啊，我就是看他可怜，你说，哎呀，人还挺老实的，押金我都没跟他要，现在我找谁哭去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是他的房租。哎呦，不，这是他的房租。你呀，我确实找他有急事儿，你见了他一定给我打个电话。哦，对，把这个再交给他，麻烦你。哎，你那还有我的电话吧？啊。
我再给你留一个。哎，不不，还有啊。哎呀，那我就拜托您了。嗯，好，再见啊。西兰，你都听见了吧？我可是按你说的做的啊。人家对你可是真不错，你看钱都给我了，你拿着吧。钱我不要，你拿走吧。钱我是不嫌多，可这钱啊，我拿着烫手。不是我说你，你都这个岁数了，就别再挑了。是，人家是老了点儿，可岁数大了还知道疼人呢，不是？你得考虑考虑啊。哦，对了，他还给你留个条呢，你看看。钱我给你搁这儿了啊，啊，考虑考虑。谢兰，我知道你还在这个城市里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等着你。有我能帮忙的地方，你一定告诉我，老崔。齐齐整整的。嗯，好。喂，啊，丽华呀，啊，我刚回来。啊，是啊，我正要问你呢。你说锦金动手术这么大的事情，你都不跟我说一声，我还是不是他干爹了？丽华，你别着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快！怎么样？你再跟我好好交代交代，别一会儿我给说漏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想这不成了，给前妻下套了吗？要不是下套，我找你干嘛呀？那不就成了咱俩同流合污了？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这可是得罪人的事儿啊！我告诉你，他一直认为咱俩有事儿，这事儿找别人还不行了，要是别人的话，根本就激不起向前进同志的斗志，明白吗？行了，别跟我说了，我先上去了。你晚几分钟再上去啊！好好想想啊，好好编编。我让你有点事儿，咱们又拾得起来了。等你放假了呀，干爹带你出去旅游，好不好？谢谢干爹。
你再问问你干爹，带不带他亲爹去？我是人锦家干爹，又不是你干爹。呀，老杜来了。哎呦，你也在呢？啊，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怎么的，北京回来了？签证办完了？哎呀，哪有那么快呀？材料呢是交上去了哈，但是人说呢得过阵子给我个回话。啊，应该是没啥问题吧？还是养闺女好吧？还能把你接出去，享享福，你们。那可不是，我就这么一亲闺女嘛。你这话说的，我们也就这一个亲闺女，将来我们锦家有出息了。也把爸接过去享享福，听见没有？那是那是那是，锦京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，是吧？老杜，哎，你看你这闺女闺女的也不住个口，怎么的上我们这来显摆来了？没有点别的事儿说吗？有有有，钱进呐，我呢这有个事儿啊，我想向你咨询一下。客气啥？你说。我听说这个黑子和胖子他们最近没活干了。听谁说的？听谁说的？哦，我听别人说的呀。听别人说的？听哪个别人说的？哎呀，你就别管听谁说的了，谁爱说啥说啥呗。你说说点正事儿。是，这事儿是这样的哈，你看现在这个物流的行业啊，它发展的很迅速，非常的快，对不对？我呢有一个想法，我想呢自己也开一个物流公司。你看黑子和胖子他们都干得都不错，我想呢请他们过来给我当个队长什么的，你看怎么样呢？啊，让他俩当队长啊？不，你还有什么更合适的人选要推荐吗？哎呦，我给你推荐一个吧。好啊，向前进呢。行啊，前进，你能来我是最高兴的，我就怕你不愿意过来帮我的。哎，老公，真的不用推。你说那黑子和胖子要是都行的话，你有啥不行的呢？本来他们俩也在你手底下，你是他们队长嘛。行，是，你看，这个事儿是这样哈。这公司成立以后呢，我呢就当这个董事长和总经理，你呢就过来给我当这个车队的队长，咋样？老公，你看你跟黑子不就商量这事儿呢吗？但是你说你跟黑子能有多少底呀？是不是？你要讲实力，还得是人家老杜，对吧？你们能干啥？也就是开个车呗。那要真支不起来啥经营啊、管理呀，你还得是仗着人家老杜。也不能这么说，我呢也就是早下海了几年。你看人家钱进以前在厂里干的也很不错嘛，术业有专攻，人呢他都是有自己擅长的地方。啊，对，当然，这个钱进的管理工作经验肯定是不够嘛。对，但是没关系啊。这个事儿我是可以指导你的，那就太好了。我看这事儿行，就这么定吧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好嘞，我不送你啊。哎，等，什么呀你俩呀？啊，又送你，又定了，定什么了？我同意了吗？总也得让我考虑考虑，想想吧。不同意啊？想想。哦，不行，想想。好，再想想，钱进，再想想。等你想好了，你给我个回话。哎，锦锦呐，你说让你爸跟着干八干好不好？嗯，好。你看，锦锦都说好。哥，黑子呢？钱进哥，哪儿去了他？哥，那个我家不是有个亲戚做绣圆玉生意吗？然后挣钱了，缺个司机，黑子给他开车去了。哦，那行了。大哥，你不待会儿啊？不对。有道是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大飞公司没了，钱进哥也不肯出头，黑子给大款当司机去了。喝完这顿酒啊，咱就散了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来啊，散就散了。这家没办，说话了，喝上了。哎，喝呀，喝呀。哎呀，我天哪，咋不叫我呢？快坐下，坐下。哎呀，咱喝散伙酒呢。啥散了？啊，大飞公司没了。运输二队没了，散了。好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
啊！我要是把运输二队重新给他搞起来，大伙儿想不想跟我一起干？啊？跟不跟着我干？哥，你想明白了？什么叫我想明白了？说跟不跟我干？当然干呢！我当工人时我就跟着你，只要你趁头干，那我还有啥说的？有道是，在天越做比翼鸟，在地越做卡不差。兄弟一场，情深似海，是不是你们说的？哥，只要你干。二子，哥，不是逗我们玩呢吧？我前两天跟你说这事儿，你脑子晃得跟拨浪鼓似的。这今天说变就变了，你真想干？什么叫真想干呢？我是真想干呢。那咱可没啥本钱呢，哥。钱的事儿呢，你不用犯愁，我替你们想办法，干还是不干？干呢！哎，哥几个，咱今天不喝散伙酒啊，今天咱们喝出征酒。对，来，好，出征酒，来，干干。能有多大点事儿？就这么一句口头语儿，还真是定在理儿。能有多大事儿？能有多大点事儿？就这么一句口头语儿，还真是定在理儿。能有多大事儿哟？咱是老爷们儿。在外靠的是咱小兄弟儿，回家凡事问媳妇儿。能有多大事儿哟？咱是老爷们儿，做事儿凭的就是一股劲儿，争的就是一口气儿哟，争的就是一口气儿。人生这一辈子，哪能没坎儿，看开了向前进，这都不算事儿哟。人生这一辈子，哪能没有坎儿哟？看开了向前进，向前进，咱得有个好心气儿，咱得有个好心气儿，咱得有个好心气儿。哎，对了，你告诉那老杜，他那笔资金可以到位了。老杜，什么资金呢？你看那天他不看紧这家不说了吗？哎呀，我天哪，他要干物流，又你俩说的这家伙跟真事儿可热闹了，又我没有这个能力，那他厉害怎么着的？要干物流吗？他不要当董事长啥的吗？这回让他把资金入进来，哎，董事长他就别干了，经理也别干，到时候咱给他分红，他就当股东就行。行，那我问他。哎，别问问呢，你俩那天嘁哩咔嚓不把事儿定了吗？他特别愿意啊。那我也得想想怎么去。哎呀，不用想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好那么定？好那么定，多好啊！我跟你讲，原来啊我还寻思，啊不，现在我一想，咱缺钱，大伙儿都一起弄呗。老杜既然愿意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好那么的。好那么的呀。嗯，好。哎，不是让你走吗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今天我妈在那儿，我不用去啊。不用去。啊。你能放心？你能放心，我还不放心我干闺女呢。跟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就前几天那事儿嘛。谢谢你。哎呀，丽华，你瞧你说的。哎，你不觉得这么干对千金有点太狠了？没事儿，他这人就这样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就得对他狠点儿。我这次啊，算是把千金给得罪透了。哎，没透。那什么，那个是这样，他这不是办公司申请创业贷款吗？啊。钱儿可能差点儿，所以他让我问问你。你不是说你要搞这个物流吗？那你还搞不搞了？我没说过我要搞物流啊，是你让我跟他这么说的呀。
你怎么没说呢？那天那不你说的，你说你要搞物流，然后说不不不不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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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事儿我给你捋捋啊。你看哈，是你让我配合你给钱进下套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。你现在呢又让我真的投资跟他搞物流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。那不成了你们两口子给我下套了吗？对吧？对呀、啊。你瞧，不对，你不带这样式的。老杜，我跟你讲这事儿吧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双赢的事儿。但你要非认为这是个套呢，它也行。就关键是这套你钻不钻的事儿。那我问你，你真认为钱晶能把这事儿干好啊？那肯定的，必须的，10%的呀。那这套我钻了。那我上医院去。赶快去啊，快点啊。不对呀，我怎么觉得还是个套呢？来了来了！哎呦，老同志啊，怎么又是您呢？没有，我只是顺路看看有没有小谢的消息。没有。啊，那我打搅了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等会儿。谢谢你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千万别让他看见你，要不然他又得换工作。哎，我知道，知道。这两天这嘴磕了的够呛，等你出院了，妈给你整好吃的啊、哦。赶快睡吧，挺晚的了。你把身体养好了呢，早点出院，你不是还得比赛呢吗？嗯，你比完赛了，妈就给你买钢琴去，好不？嗯。嗯，睡吧，听话。崔教授，钱进啊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找着谢兰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找到谢兰了？啊，对对对，这么个事儿，我想请他呀到我那儿去当保姆，你能不能给我帮帮这个忙啊？啊，是这样啊。那好吧，但是崔教授你可别抱太大希望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。啊，那就谢谢你了啊，钱进。哎，谢谢啊，好好好。崔教授想让你给他当保姆啊，还是不了。您替我转告他一声，就是我谢谢他了。我一直想问问你，挺好的工作怎么突然间就不干了？你别问了。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没有，秦晋大哥，你千万别多想。
是我自己不想干了的，跟别人没关系。你肯定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。那个，千金大哥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我那儿还有好多活要干呢，我干活去了。保险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保险？给锦锦买的保险。就是挺喜欢锦锦的，我愿意给他买。谢兰，请你坐下。你一个护工，5万块钱。可不是个小数。你只说你对锦锦好，你喜欢他。你觉得这句话能说服得了我吗？嫂子知道这事儿吗？他要是知道，来找你的就不是我了。锦锦有些情况。你知道，有些你可能不知道。既然你对锦锦这么上心，我就不必瞒你。锦锦是我和丽华收养的女儿，我和丽华是无话不说的夫妻。可是有件事儿，我和丽华从来没有说过，不是我们没想，是我们都想，就是不敢提出来，不敢提起，那就是有朝一日，锦锦的亲生父母来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千金大哥，你想多了。我能不多想吗？西兰，你想想，平地里冒出这么一个人来，对锦锦那么的好，我们又不知道他的来路。你别说了。谢兰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：假如你是锦锦的亲生母亲，你该怎么办？锦锦那么好的女孩，你说这当妈的怎么能忍心就把孩子给抛弃了呢？这女的真应该下18层地狱。我要是锦锦的亲生母亲，我就躲这孩子远远的。我只要时不常能看见他，知道他过得挺好的，他现在的爸爸妈妈对他好，把他当亲生女儿一样的看，关心他爱护他就行了。你说一个连自己亲生女儿都抛弃的人，
她也不会别人叫她妈。你是人家的妈又怎么样呢？人家把你的女儿辛辛苦苦的拉扯长大，你现在来了，你说认就认，说临走就临走，你有这脸吗？你也好意思？钱军大哥，你坐着，我忙去了。小谢，小谢，小谢，我知道你在上面。顾老同志，小谢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您快下来，快下来！哎呦，他不在这住了，我们小谢说了吗？我知道你在上面。您看，你能不能跟我见一面？我这还有别人住着呢。你知道我不是坏人。您别喊了。你跟我见一面吧，我是真心想帮助你。这些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过来的，谢兰，我知道你一直在躲我，可我就是想帮助你。我还是想请你到我那儿去当保姆。您别多想，我知道你想见锦锦，锦锦每一周都会到我那儿去上钢琴课，你这样见着她不就方便吗？另外，我那也确实需要人帮我打理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确实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助你，就像一个老大哥帮助妹妹一样，希望你能够接受。婶儿啊，你这眼睛呢，简直就是电视剧《亮剑》呢！我打扮成这样还能看出来啊？你小时候光屁股时候我就看见过你，咋的啊？穿貂皮我就不认识你了？哎呀，嗨，婶儿，看你说的，哎，叫高婶，高婶，这是看着我光屁股长大的。呀，啊，皮毛的，真皮的。那你看你，哎呦，看样是发了财了。嗨，跟着一个大老板搞点秀颜玉。挣点小钱儿，小钱儿，可不只是小钱儿吧？哎呀，跟钱进哥是没法比呀，还差点啊！我当初劝钱进哥干公司，啊，这家他是说心里有数，你心里有数，你告诉我一声，也不打个招呼，这家我这没办法，我这不才自谋职业了吗？亏你没跟钱进，要不你也发不了财呀！哎呀，婶儿啊，此一时彼一时啊。那时候，我是一心跟着钱进哥搞公司，啊，这个搞运输，挣钱。现在，我得劝着他跟我一起搞秀颜玉，比开运输公司挣钱多了。你说他开个公司啊，贷那么多款，加风险多大呀？这是什么贷款？哦，他这事没跟你说呀？这钱进哥这，算了算了，我没说啊，我走了。哎，别走，把话说清楚了。
啊，是这样，这个钱定哥呀，在银行贷了一大笔钱，这家伙又买车的，又租门面房的，这家伙需要没钱能开公司吗？是不是？那婶儿，你先忙着吧，啊，我还得回去接胖丫呢。干啥呀？那谁，二哥嘛，二哥不是那个搞了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可大可豪华的那个温泉洗浴嘛，给办个卡，非叫去洗洗。来这儿，来这儿，啊，走，给婶打住，婶儿有事说话啊。三块豆腐糕还嘚瑟起来了。哎，几点钟了？哟，快十点了。这么快？啊，该回去了吧？回。喂，你今天是第一天来，刚到馆子里去吃。您看您，这动不动的就下馆子，这还过日子呢。不行，今天你是第一天来，咱得庆祝庆祝啊。庆祝什么呀？这不年不节的，您既然请我来做保姆，那做饭的事儿、吃饭的事儿，那都得听我的。去买点菜，回家我给您做饭吃。走吧。行，这你的。哎，杨总，来看看放点什么。哎，哥，咋样啊？哎，哥，回来，咋样？咋样？你怎么样啊？哎，哥，手续办咋样了？哎呀，哪是一天能办完的？到现在我算是弄清楚这么一个流程了。啊，首先咱得有公司名称核准，还得有营业执照。机构代码、工商证明、道路许可证，哎呀，我天哪，好多事儿呢，这里头。真烦。哎呀，啊，你们这忙的咋样了？这不是给公司我们才迟到了吗？啊，那空调怎么回事啊？空调，就买了一个二手的。哦，挺好，知道过日子。哎呀，都弄啥了？别啥都等我回来再弄。这家有道是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火车跑得快，全靠咱哥车头带。必须你来带吧。嘿，用我帮忙吧？哎，不用了，您看书去吧。我也不能总看书啊。您不管干什么，您出去待着吧，这儿没您的活，快出去吧。好。回去吧，啊，这马上就好，我那这等吃饭，快，妈，妈你这啥意思啊？还问我呀？你明明知道妈有钱，你还上银行去贷钱，人家不问你要利息啊？哎呀，妈，我们呢是合伙办生意，合伙成立公司，怎么能动你老的钱呢？那你办公司不是好事吗？我老太太就不能支持您？妈，你再支持我，我们做儿女的也不能动你的养老钱，不是？那我跟你们合伙行不？哎呀妈，你可别闹了，快拿回去吧。妈知道你孝顺，可妈也不傻呀。你说妈跟你们合伙，那就是因为我相信你不怕苦不怕累，是不是？能领着大伙呢把这个公司啊把它办好，是不是？那你要是孝顺，你就给妈多挣几份养老钱，能做到不？应该能做到吧。嗯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不是，你说我要是合伙啊，那么我在你那个伙里头，我能算个啥级别？那要是搁现在这个，话说就是董事长呗。董事长。董事长。
那能管着您？那我最怕董事长了，头子最大了，头子。别油嘴滑舌的。告诉你啊，头子对你有一个要求，听着，咱们做买卖吧，咱们就得干干净净、规规矩矩的，不能忘了良心啊。咱犯法的事儿啊，危险的事儿，咱沾都不沾。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头子饿了，赶快做饭吧。是个罪人，是个遗弃了自己女儿的罪人。你跟丽花嫂子没有嫌弃锦锦，养育她这么多年，你们是怎么对待锦锦的，我都看在了眼里。我真心的感激你们。现在锦锦做了手术，也一天一天的健康起来了，你的事业也越来越红火。看着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，我心里也很高兴。千金大哥，你们才是锦锦的父母，你们是一家人，我不会干扰你们的生活的。我知道我再怎么说你也不会原谅我，我不配认锦锦，我只求能够远远地看一眼锦锦就行了。我请求你们能够允许我。这心里说的你都知道了。在小兄弟儿回家凡事问媳妇儿，能有多大事儿哟，咱是老爷们儿，做事儿凭的就是一股劲儿，挣的就是一口气儿哟，挣的就是一口气儿。人生这一辈子哪能没有坎儿，向前进，这都不算事儿哟。人生这一辈子哪能没有坎儿哟，看开了向前进，向前进，咱得有个好心情儿，咱得有个好心情儿。能有多大事儿哟，咱是老爷们儿，在外靠的是咱小兄弟儿，回家凡事问媳妇儿，能有多大事儿哟，咱是老爷们儿，做事儿凭的就是一股劲儿，挣的就是一口气儿哟，挣的就是一口气儿。人生这一辈子哪能没有坎儿，看开了向前进，这都不算事儿哟。人生这一辈子哪能没有坎儿哟，看开了向前进，向前进，咱得有个好心气儿，咱得有个好心气儿。